关于人生记忆的起点是从几岁开始，你还记得吗？然后遇见就开始了，一路上看过朝霞满天，也遇到大雨倾盆，然后继续向前，就在不远，亲爱的。我不知会遇见你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爱情甜如蜜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是。
谢谢大家，我只在乎你，献给我爱的你。